信你偷到老子的，你们成全你们。喝完酒喝连累，你出去我喜欢。你喜欢我哪儿啊？小娘子，刚才那小曲儿是你唱的？小女子不才，唱歌的是我的两个妹妹。身段也是勾人的，就是离得太远看不清模样。让你家妹妹下台来说话。妹妹们来，让官人们看看。大哥，这回你看清楚了。妖怪又出来害人，臭道士，敢坏我好事，今天算你们倒霉了。
这伤口要是再大，这花可就遮不住了。要是供不上金婆，婆婆责怪下来的话，岂不伤得更重？那样的话，我们都会遭殃的。那又怎样？眼下当务之急，我们得赶快收集金箔。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？小生轻描夺语，不知姑娘在此多有惊扰。我不是怕公子，我是怕蜘蛛。蜘蛛？哪里有蜘蛛？姑娘别这样。姑娘，哎呀，有蜘蛛爬我腿上了。公子你快帮帮我呀，我最怕蜘蛛了。公子此举如此轻薄，你这样奴家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你要对奴家负责啊。你戏弄我，蜘蛛根本就没毒，刚才差点失了难得，愧对我家娘子。娘子？你家娘子有我美吗？当然比你美了。说句不怕冒犯你的话，和我家娘子比，这位姑娘估计得自惭形秽了。女子最忌讳寒气入体，回去多喝点益母草。你不会是对他心动了吧？我倒是想跟他娘子比一比，谁更美？当然是妹妹更美了。
盖头掉了，哎，盖头掉了。那么早送亲，谁家的呀？弄错时辰了吧？正是公子你呀。姐姐说笑了，小生早已成婚。公子，是你？公子可要对今天的事负责呀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！哎呀！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当然是要跟你回家呀。哎呀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今天真是诸事不顺。你快下来，你快下来呀。不，公子你要是不认我的话，我就只能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了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不会把你带回府中的。怎么办啊，这怎么弄啊，这王相公这是。娘子，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。你？我清晨上山采药的时候，我碰见一姑娘被恶霸欺负。我想，我娘子作为当地的治安官，她怎么可能允许出现这种恶劣的现象？我当时我就大喊娘子的名号。那帮恶霸一听到徐将军的威名，当时就一溜烟跑了。所以我就。我就姐姐好，将军，寻药平亮了，又有药，富阳城可真热闹。去把他衣服给我换了。将军，两位法力高深的降妖师已入城降妖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是妖怪啊，妖怪！打为天龙。这有法呀！好，干！大威天龙，大大意了！多谢壮士出手，相助。哎呀，是个锤子，要不是他踩一脚，老子早就把他搞定了。哎，咱俩是不是被侮辱了？习惯就好。
未娶从母，既娶从亲，亲王从祖，未娶从母，既娶从亲，亲王从祖。过来，娘子，这难得操需每日睡前必修。三二一。家规不用每天都执行，要执行，坚决执行，每日执行。跟着，姐姐呀，还不下手？你在等什么？等他看清楚。看清楚什么？看我跟他娘子比，谁更美？男人还不是一样，见一个呢，就爱一个。美还不容易啊？我给你画画。想要多美有多美。他和其他男子可不一样，他专一体贴。妹妹，你忘了婆婆经常跟我们说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伤人的东西了吗？你太单纯了，婆婆只是利用我们而已。为了一个男人忤逆婆婆，真的值得吗？姐姐，姐姐，值不值得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只想要他的眼里只有我。啊，那好吧，这世间的情啊我不懂，只要不被那只小蜘蛛告密就好。人家不想喝就不要喝了嘛。那你来替他喝。姑姑娘的腿好白呀、啊、喜欢吗？嗯嗯嗯嗯
宗山贺北风，起诉严乐天。子弟，你嗓？安不上。你嗓噻？说山殿扇了我心发慌，应下了发挥啊！惹你嗓放了！臭道士，又是你！你坏我好事！哎，你看那个臭道士，你莫跑！该谢下士出手相助，在下二百两啊！哎，那样子，我们兄弟两个那二百两，给你的二百两，一笔勾销。哎，对，一笔勾销嘛。哼，一看就混得不咋地，浪费时间。哎，师兄，现在这行情涨得真快啊！挤到起二百两，以后我们也那个行情。婆婆，这是我昨晚收集的几个臭男人的精魄。黎青那边什么情况？妹妹她正忙于帮婆婆凑足精魄。当真是收集精魄？绮罗，自是姐妹，你就该多提点离清。秋季日前若是凑不足72盏金魄，到时候我也护不住你们。绮罗明白。将军，昨夜有三名男子被妖所缠，城中百姓人心惶惶，终日拜神求佛以求平安。我倒要看看何方妖孽敢如此大胆。啊，哇，这水丸太养生了。哎呀，娘子，最近城中闹妖，你日夜操劳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娘子，你快来看看，我是不是又变得白皙了？哎，娘子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对娘子的真心，那是日月可见。我承认，她确实有一点喜欢我。但肯定的，一定是跟姐妹之间一样的，就和城里那些姐妹是一样一样的。啊，哦，哎呦，我的九花润肤汤哎，那个，摸到了，哎、在这儿呢。哎，娘子，你今天的手好柔软啊。那摸起来谁的更舒服呢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快出去啊你！我做了些糕点，带给王相公尝尝。啊，还有这株上等的凝珠草，这可是我一大清早专门为王相公采摘的。嗯，那可真是个宝贝，你就放那吧。你快出去。王生，娘子，快啊！
我娘子回来了，你快出去啊！我这可怎么办呢？娘子来了，我王生，娘子，最近城中闹妖，新到了一批兵刃堆在了库房，我待会儿出去巡街，你配合杨副将清点一下。好的，娘子，娘子最近忙于捉妖，日夜操劳，真是辛苦了。嗯，那个娘子，我晌午吃那个腰果不太干净，怪我贪嘴了。娘子，要不你快出去吧，啊！娘子，你快出去啊！这空气不干净了，这。娘子，你赶紧出去，不然你会昏倒的。行，我去准备了。你开窗通风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好好。你赶紧走吧，万一我家娘子再回来了，那可就误会了。在你心里，就只有你家娘子吗？没错，在我王生眼里，只有我家娘子。李青小姐，请吧。王相公爱吃我做的点心，我便多备了些。王生是我的夫君，怎敢劳烦黎青姑娘照顾？姐姐公务繁忙，妹妹替姐姐照顾照顾，何尝不好啊？你可知道，我可以随时将你赶出徐府。堂堂徐将军，吃一个落难女眷的醋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可不希望旁人说姐姐闲话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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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王相公，姐姐听说你喜欢吃我做的点心，于是便跟我学做了些，带给王相公。这可是我家娘子第一次下厨，我得尝尝。和黎青姑娘做的味道一样，我家娘子做什么都行。哎，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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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子出道几十年，从没见过恩个兄弟妖气哦。我平爷终于上饭吃了，俺们赚钱的机会到了。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，师兄，
好大胆的妖孽，竟然敢在我府中造次。你又能奈我何呀？找死！要杀便杀，我不想杀你，我想成为你。一个妖孽还想当将军？将军？我想要成为的是王夫人。你活腻了。什么？看清楚了，你才是妖孽。大胆离京，竟敢在徐府造次，还是妖？抓他！这只妖孽被我识破，恼羞成怒，诽谤于我。捉妖！混账！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还不动手！上！追！那边！追！快！上！我是谁了吗？你是妖啊，大蛇妖。妖怪放手。什么？相公，相公。收了你！来！
抓到啦！道长，能否将你手中的画送与我？没问题呀，二百两。娘子把这画留着干嘛？看着怪瘆人的。这捉了妖。又到秋季日，城中真是热闹。娘子，你不是最不喜欢这件衣服的吗？现在我是王夫人，永远都不会得到他的信，是吗？娘子，该到执行第九条家规的时候了。第九条家规，听起来不错。娘子这是怎么了？定是今天受到了惊扰。相公，从今往后，让我来服侍你。若我不是徐将军，你还会爱我？娘子说笑了，娘子是谁？如果我是妖呢？娘子怎么可能是妖呢？如若没有金魄滋养这幽冥界，你们便和这些恶魔一样，永无轮回，永远被困在这石碑之下。秋季日到，
你们姐妹可真够让我失望的。婆婆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去劝劝他，欠下的金珀我们姐妹一定会还上的。你是想去给他通风报信吗？我没有，连连不敢。婆婆，李青他不会背叛我们的。婆婆，婆婆，求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再去劝妹妹一次吧。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幽冥界，其他的事情就让他们去做好了。爸，他爱的是他的娘子，不是你，你不过是披着他娘子的皮囊而已。你的皮就是你的吗？只要他爱我，我可以变成任何人。婆婆已经发怒了，她的厉害你是知道的，你的好姐姐莲莲也已经被她镶在石碑里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也会跟着受罪。所以你是来抓我的是吗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你现在离开王生，乖乖跟我回去向婆婆认个错，或许她还会原谅你，原谅我们众姐妹。我不会回去，更不会连累你。真不知道她哪儿好，我现在就去吸了她的精魄，把她送给婆婆。不准你动他，轮不到你管我。娘子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刚才好大的风啊。相公莫不是还没睡醒？这哪来的风啊？这位是？这是我妹妹。娘子，你什么时候有个妹妹啊？一直都有，不过是姐姐为人妻，不想认妹妹罢了。原来是姨妹啊，初次见面。既然是初次见面，还不赶快下去准备一些酒菜，招待一下妹妹。是应该准备一下，那我这就去。你先回去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哎，干什么？道长，道长，我最近发现我家娘子有点奇怪，我怀疑她不是我家娘子啊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她那个第九条家规执行的不对。你家的家规啊，没有我看得准。道长，我恍惚还看见了一条蛇影啊。小子，我干这行啊，干了几十年了，也看了几十年了，你想干什么？砸我饭碗啊？他还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妹妹。哎呦，还多了一个妹妹啊，那恭喜你啦，你得马上做好心理准备啊。
哎呀，看来你的娘子啊，对你太体贴了。哎呀，道长，你到底会不会出错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怕了你了。那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呢，把这坛酒带回去，只要所有啊这个妖魔鬼怪喝过以后，他就会原形毕露啊。三碗够不够？嗯，够了够了。这秋季日之后，薛将军任何事务都不料理了。是啊，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整日围着王生转，把我们全都赶出府了。娘子，今天有公差啊。相公，你今日这是？你怎么连我们婚日都忘了？娘子莫怕，我去把门关上。好强的妖气！娘子，再来一杯。相公，我收到家书，姑妈去世了，能否陪我回老家一趟？姑妈，这天色已晚，我也没有备车马。不行，必须马上走。娘子，莫要着急。即便要出门呢，先喝一杯热酒，暖暖身子。再走也不迟吧。不行。啊？走。啊！你干什么？话还没拿呢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娘子。这是哪儿啊？别问，快走啊！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要保护你，娘子。别傻了，我不是你娘子，你快走。你原来真的不是我娘子。我娘子呢？你快告诉我，我娘子呢？我会告诉你真相，快走，不然你就真的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。我不走，我现在就要我娘子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娘子到底在哪儿？在这个花里，走啊！娘子，王家，你们不许动他！
着急吗？姨妹，逆天，还有我娘子，她都在画里面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就是来带他们离开的。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不允许你伤害他。好一个秦钟！你姐姐。对不住了，婆婆来让我带你回去。小妖，这幅画不是你的。臭道士，又是你，把画还我。这幅画倒是你的归宿。少废话，妖姬就是娘子，娘子就是妖。徐将军，出！哎，出！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烧了吧！终于烟消云散了。乔道士，你又搞错了。什么搞错？你怀疑我的功力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经过精密计算的。王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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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，娘子。娘子、啊、娘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娘子，对不起，娘子，是我没有认出来你。我不是你娘子。你若不是我娘子，那我娘子呢？你娘子她还在画里，画已经被烧了。妈呀，又错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又给祖师爷丢脸了。哎呀，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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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怪我眼拙，我不明真相，不辨是非，不分黑白。
娘子啊，我不能没有你呀、啊，娘子，娘子。姐姐坠入幽冥就回不来了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我可以化成他陪着你。我只要我娘子，他就算不是原来的样子，我也爱他。你就算变得再像他，也不可能代替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你真的把我当成他，我可以成为他。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。从我第一天遇见你，我就开始倒霉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好好的家不会成为这个样子的。你走吧，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永远。你去哪儿？我要去幽冥界救我家娘子。你千万不能去啊，幽冥界是阴阳两界之间的那个空隙，灭亡生魂，怨魔恶魄，那里全都是不能够轮回的恶魔，万事俱灭，神佛沉沦，你去了以后就不能再回来了。人呢？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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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！臭小子，不要命了！你个犟种！好了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执意去救你的娘子呢，我就成全你，算是我弥补我的过错吧。俗话说说，但是我警告你啊，你必须要在天亮之前赶回来，要不然幽冥界就是你们夫妻俩埋骨之地。我知道，只要道长肯助我一臂之力救回我娘子，道长你说什么去吧。妖孽，你来干什么？赵道士，你把王生送入幽冥界了。人家去寻他娘子，与你何干？幽
冥界不是凡人能去的，我要去救他。如果你现在下去，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。如今的局面是我一手造成的，人妖殊途本是真理，我不该逆天而行，是我错了。贫道降妖多年，劝尽所有妖魔鬼怪，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像你这个样子讲情义的妖。好吧，还有两个时辰，你去救他们吧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太感动了。我刚说什么了？哎呀，祖师爷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说脏话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罪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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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。相公。娘子。娘子。娘子你没事吧？这回真的是你了吧？娘子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不对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快回去！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你听话，你快回去！娘子，纵使灰飞烟灭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没有你，我生亦何患，死亦何惧啊！要死一起死。娘子，娘子，相公，相公，娘子，娘子，相公，相公，你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出了一切，可他有把你放在心里吗？你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。你这个老妖婆，以前遇到过负心汉，就以为天底下的所有男人都是坏的，我就不是。你敢说你对其他的女人就没有动过情吗？娘子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黎青姑娘，我之前说的话太过伤人，但六道殊途，你我无缘。够了！你以为这幽冥界是你谈情说爱的地方吗？少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，一起出去。就凭你们？
不是跟你说好要天亮之前赶回来的吗？还愣着干嘛？上来呀、啊！飞行姑娘，快上来呀、啊！快呀、啊，快上来呀、啊！赶紧的，快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明天要塌了，快点的，顶不住了。李青，上来。李青，我们一起走。上来呀、啊！上来。李姑爷。为什么是王生？他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温度的男人。你明知道他有多爱我，所以我也想得到这份爱。你想得到的只是一份爱，不是王生。正是如此，我也想要试一试。女子最忌讳寒气入体，回去多喝点益母草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我可以化成他陪着你。你就算变得再像他，也不可能代替他。我终究还是没有得到你的爱，保重。今天这款面膜是明珠草焕彩紧致面膜，是我采集了9981天才撑了这十几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放空身心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慢慢的去感受它，吸收它，有没有感受？有。那个徐将军回来了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。女王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改日改日啊，好嘞。都不许走。娘子，娘子，我每次见到这帮姐妹因为变美而高兴，我很欣慰的。如果娘子真的不喜欢，我发誓以后在府中她们绝不会再出现了。我就不该解释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嗯，握住。
我相公如此生性善良友爱，我怎舍得打他呢？不过从今日起，第九条家规，白日也要执行。啊，真霸气，可恶吗？桌子吗？哎呀，娘子，哎，这首曲子我们从来就没有唐王过。是啊，恳请先生帮我卜一卦。嗯，那你求什么？